在未来世界真的存在拇指公主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寸帽子，可以让佩戴者逆生长，变成蝌蚪大小，明明变袖珍后战斗力会打骨折。可大雄偏偏逆天改命，成功逆袭胖虎，而这一切都是一根雪糕引发的血案。干饭人干饭魂，大雄喜提雪糕乐开怀，岂料半路杀出一胖虎，二话不说就打人截获，舔完一口后和善的要还给大雄。眼看大雄被恶心到要吐出隔夜饭，胖虎只能勉强地收下了雪糕。那么宝子们都学废了吗？听闻胖虎高智商犯罪，小多拉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要知道买雪糕的钱可是自己出的，大雄顶多算个跑腿的。于是他二话不说就要卖了大雄，可让废柴战五渣去斗小镇恶霸，这显然就是自寻死路。于是小多拉拿出一顶帽子，让大雄给胖虎戴上，这样就会如戴上帽子的大雄，变成袖珍迷你人，看到脑袋大的都会误以为是怪兽，这样就可以一拳送走一个小胖虎，而只需摘掉帽子就会恢复成原本的模样。效果这么棒，大雄顿时高兴极了，二话不说就要出门跟胖虎正面刚。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大雄在拐角偶遇静香，顿时色心上头，将自己变小，要跟妹子玩点邪门。静香隐约听到大雄的声音，却四处张望后查无此人，而大雄趁机爬上静香的鞋，闻起了妹子的霸王色脚气，这既视感还以为路飞跑错了片场。大雄再次开口呼唤妹子，吓得静香只觉后背发凉，一脚地板油就撒油那拉，结果大雄直接被甩飞，坐着顺风机一头掉进了垃圾堆。狗命成功的大雄想要摘掉帽子，却发现二手道具问题多，这帽子竟然不能自己摘掉。正巧此时胖虎啃着脏物从旁路过，被迫成了大冤种的大雄越想越气，直接在垃圾堆里玩蹦迪，让胖虎还雪糕。胖虎秒变战斗模式刚要开战，却发现四下无人，于是一脚地板油直接走了。岂料大雄这个老六还想正面刚，可惜他那废柴体质还没跑两步就先卸菜。恰巧此时小夫要去钓鱼，于是大雄脑子一抽有了主意，只听一声清脆的硬币声，小夫就要拾金有妹，这才发现了站在巨款上的大雄。大雄想让小夫成为自己的顺风车，岂料小夫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，竟把大雄当成了鱼饵，吓得大雄挥舞双拳对着空气一通乱扫。然而下一秒，水面下出现阴影，竟出现一头鲨鱼，张开尖牙大口就要把大雄当午餐肉。看到鱼竿晃动，小夫高兴极了，可拎上来一瞧，却只有大雄没有鱼，于是他梅开二度要送大雄下水，可大雄在桥下转了一圈后竟稳稳地落在了小夫身后。 Nice。 于是他人狠话不多，将鱼钩挂在了小夫的短裤上，接着他拽动鱼线，让小夫误以为有鱼上钩。只见小夫用力一掉，好好一个富二代竟射死当场，一时不知是捂脸还是捂屁股。而狗命成功的大雄信心暴增，要再次找到胖虎正面刚。与此同时，静香刚买完雪糕就看到胖虎前来借雪糕，妹子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奇葩的要求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大雄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告了胖虎的阴谋，气得胖虎顿时撕破脸皮要把大雄锤成渣渣灰。他在电线杆后发现了袖珍大雄，直接把脸对到了他面前，吓得大雄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。这场面比恐怖片还恐怖，岂料大雄再次摔神附体，摔倒后被胖虎握起，感觉再不反抗画面就要变成黑白色。大雄直接上脑，被胖虎甩飞后顺势滑进了衣服。只见胖虎一秒变身喜剧人，在地上撒欢打野不亦乐乎。大雄则趁胖虎病要胖虎命，提出让他归还雪糕的要求。静香将雪糕交给小多拉时，顺便也带回了大雄，而一个雪糕两人分显然有些不够吃，于是小多拉反手掏出两顶帽子，实现了两人雪糕自由的梦想。